接上来了，东西放那了啊，麻烦了。店长，是我。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转过来我看看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怎么没换工作啊？不打算在我这里做了？不是，我应聘接手成功了，我想晚上兼职送外卖，白天在店里上班。 店长，您给我调个上班时间呗，以后别跟我安排晚班了，早班、中班都行，特别早、特别早也行。你看行吗？你这样做不是胡闹吗？你还有孩子要照顾，你这么做太辛苦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啊，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，只要能赚钱，我哪八份工我都乐意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凡凡还得上大学呢，我不趁年轻多赚点钱怎么办呢？ 我也不能靠别人，只能靠自己。可是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？你能，店长，我保证，我保证晚上去送外卖，白天一定不耽误店里的工作，好吧？店长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你给我调个上班时间，起开起开！哎，我也干活了。你怎么什么事情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